为什么这多边的出来了新闻？这个那么比例的对嘴文化部多那么省本省的多巴黎县来主要是西拉雅族古，这个与嘴抓口湖千水庄啊对抓是那几倍刷啊业绩。被盖么子多都抓起来是打不是个是白的阿的，一桩个抓西南加多布，这个就那个么不如多啥人们，被这个等那个马路啥人们就啊把那金 QQ 的要的就啥人们，阿的毛自个儿对着巴黎县那一抓是西拉雅族古。哎，就巴格勒嘛是西拉雅族古，阿维抓娃娃个对抓塞维基也是巴黎西里西。哎多，哎抓么是么子？啥是说你文化部？伊对抓西南卡杜布阿口湖千水庄，个对抓几倍刷业绩。这个抓么是么是拉巴黎县？西南本镇个拉个话是那条古街么子文化部？么是个巴格么子多西酒根？di tena na pasu na mapulat ulay tena kumlang to na makuda panisyan ni Diyos si Laya Zuku. Kumalay Diyos mo susu to ito kakuda ni Diyos si Laya Zuku na mante si Tua Kinatev Tev Tela Nuta. 这个祭典其实很简单啊，就两个东西，一个是拜猪还愿，一个是迁取进食。大家这一年来主灵对我们的一个照顾要切一个整头的猪，跟汉人所谓的这一个拜提公那个拜低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非常琐碎的工作要做。千状跟一般的庙会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不是一个庆典活动。纸状它分成两种，那各位现在所看到的这一种叫做水状，水状是白色的或灰色的主体，那另外一种呢是血状，是红色的。那水状呢，顾名思义就是牵引那些因为溺水事件而死亡的亡魂。这个家伙是多个古代，那就是西拉雅族古克布梅多处。为爱做点呢是几百刷，啥物事都白个个爱都冇多等。那个爱做点么呢是几百刷，爱做那个古代古代那业绩个嘛呀难难。这个爱做给你播放那句，大家喜欢文化不多，一句说一年就个啊那家念那个古代古代。这个就那八九那点就那么不难，我来就那更难做那个古代古代那业绩呀呀。这个爱做一段说是说你文化不。Nui jong ay chua kadupu, ulay tina kumlang apakalay, tay chua maktimalimali at ya kinajuku ay naya. 很多的年轻小朋友已经都忘记了这样的祭典仪式的一个礼俗，也忘记了这样的一个它的仪式的一个形式。今年特别也我们也针对这两项的重要民族项目那透过绘本的方式来能够来做一个绘本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转换给下一代能够了解，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重要民族永续的把它传承下去，是我们共同所期待的部分。这个叫罗萨卡多布，伊就叫新尼巴卡丘啊，啥是不因诺么叫拉拉个？哎，多努巴村的叫卡多布，他可能个多的南吉兰的叫卡古达古丹，卡多那么古达是巴黎县。这个努可能个叫么叫拉拉个，给么个要登木路的叫卡格连，是卡可能个南奥丹，那叫他杰维里维里来呀，他可能提莫尼那不得给。